丽的哈尔滨，能来到我们期待的这个松花江上这个冰洞里游一下，是我们几年来最大的梦想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，非常高兴。通过这个冬泳吧，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寒冷冬天呐，并不长久，好像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锻炼了我们的体魄，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，也结交了很多的冬泳的朋友，全国各地的，所以觉得到这儿来有必要这样